地下这是白斩鸡，咱们师傅正在这个地方装盘，这盘还挺大的。这是已经装好的白斩鸡，这正在锅里炸，这儿出锅，好几锅同时炸。今天这个包席它是1200的标准，菜品是四凉十二热加两道主食。这手抓羊肉正在紧张的准备，后面是羊背子，前边这是肋条。它这是一桌是14斤，上两盘羊肉，里边的师傅正在剁羊肉，漂亮。这刀工是相当的了得，手抓羊肉，漂亮，这好像是一条羊腿。这就是它的整个的大厅，这边有这个方桌，有圆桌，有方桌。咱们这个传统的清真的这个三炮台也是在桌上不可少的三炮台。麻辣清真，师傅，这是做什么菜的？这土豆泥啊。好好好，土豆师傅在这儿正在捣这个土豆泥，一囊是一味小吃。这边是准备拌松仁玉米，我上要上楼，这边客人已经坐满了，这就是咱们大厅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咱们的河州包子，现在师傅们正在装盘。一盘是高高的，这么不知道是这，我看有20-30个包子吧。河州包子，这咱们的包席上面相当吃香的一道菜，一道主食。正在准备这个八宝饭，这个八宝饭叫金瓜八宝饭，是相当的漂亮。来，上菜上面的来，好，上面撒上香菜蒜苗。清蒸鲈鱼，烧上汁子。这白斩鸡要上桌。哇塞！这是圆锅炒肉，正在出锅。我们看这一大锅，漂亮。这是咱们的又一道汤，醪糟汤。这个醪糟汤呀，是在咱们这个清蒸包席的每一个席里边都有这个汤，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醪糟汤。好，调一份金汤，有肉丸。好，里边还要放上这个辣椒的这个配料。金汤牛肉丸。现在咱们的席正在进行，我们看一下，客人们正在吃席。我们从二楼看一下它的整个的规模，这个环境还是相当的不错。